的。这不，录一录过来。我在玩 BF1， 拿这一张法国布啊，原本输嘅，跟住后屘入队之后赢翻。全程都揸住嗰个，佢话伊利亚望罗梅兹嗰炸机啊，我俾佢跑啊。一個人嗰陣都終於知道發生咩事啊！咁有個做人啦 ，Bill C 幾出名，叫做國權益。咁我玩佢 server， 點知又被 Homer 踢走。原來就係我。我被官方 ban 咗，永久 ban。但我冇開始喎。咁佢話另一個話咧，就嗰陣最出名嘅 DDoS 咩 ？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。佢嗰啲網絡攻擊啦，我咪嗰陣亞洲 share 都冇人玩嘅，大陸人啊嘛，依家搞啲乜鬼？佢乜乜攻擊，成啲 game 就係死 game 啊！你成日標條線冇人玩，標條收完，部都已經過嘅，即係只 game 都已經十年啦。你標條三就已經十二年。二零年冇嘢，我仲記得二零年嗰陣時都 BF 唔著啊，更新啲咩咧？個防守先啦，防空炮個威力勁咗。第二就係試咗幾把新武器，最棘手嗰把嗰啲個迫擊炮步槍，跟住仲有呢個 MV 紅外線。我依攞得手槍啊，奮鬥手槍成日都用，不過啲人就唔識打，咗個波龍俾人炸，眼白白見到自己俾人炸。2020嗰陣都最後一日啦，第二日冇事，四點幾退完一線之後，退行到咧，見到乜事都冇。上年累路嗰日，唔係火山嘅，去咗元朗嗰間。都好食所以嗰陣都齊人，依家臨得，因為好簡單，表妹下下都喺機場翻工，你嗰度抽時間，應該有嗰啲空姐話，唔係一定空姐。好难行到咧，咦？经过天荣站嗰个地方，
終於都見到幾棟樓啦。結埋入邊好似嗰啲運輸交匯處，唔係佢仲未搞掂嘅，地面都未搞，仲有一棟樓，加埋個地面交匯處仲未見到樣，就係見到外圍好似嗰啲商場加埋。幾棟住宅大廈，路軌嗰個位置見到有兩個行人嗰啲隧嗰啲天橋啊，但係有個啫，諗翻我2020嗰陣嗰陣即係住落唔出啦，為咗跑一百天數圍咧，經過嗰條天橋上面咧，係望住個地盤咩樣嘅，2020嗰陣望住咧。佢係一個普通地盤，連地基都未有住，佢就覺得窿咧，但係仲未有地基啊！跟住2021睇嗰陣時就地基有啊，之後就唔知道，因為我都冇跑過去嗰個位置，我都係跑一個圈翻嚟，係冇經過天文嗰度。嗰個地盤其實都～好似2017尾開始動工，動到依家都應該有7年。件事冇乜特別，我都跟住嗰堆人玩新加坡水。你聽有啲人跌班講咩啊？應該有 Season A 嘅拖延症，因為見到一個嗰啲投票啲結果，但係冇乜用啊，因為查一隻 BF 係出年10月啊，咁你又信你話停止更新咯？咁你都有最後一段時間空單次再整一個私生理，不過點樣到啦？官方點樣整就點樣整，我哋只不過推測唔準嘅。羅曼帝登陸啊，80周年。因為嗰時先兩條6米，英美法意大利，唔係英美法加拿大咧，咪登陸呢個羅曼帝海灘嘅，打邊個咧？德國咯，成日都話德國係一個。德國是二戰裏面的叫咩大佬國家，
是不是挑是不是那些叫什麼挑釁戰爭的種人，不過他柏林戰役那時已經戰敗了，其實德國是一個挑起二次大戰導火線的一個國家。你記得我前年都有玩過一張地圖，美國對德國的位置，你睇翻前年同幾日知嘅，當然啦，你玩一九四二啦，冇乜佢啲氣氛平反啦，因為好簡單，隻 game 第一隻係冇呢個感覺。今日翻學咧。天文台我看到神星有白卡，但是你知道 Vish 就問神星有什麼道，我後來他拆了出來，昨天在這裡今天不在這裡，我聽那些朋友說他不是已經轉了夫了嗎？昨天看到他懶型穿著件背心肥了仆街，而在這裡坐在後面拿著個平板拿著個 iPad睇嗰啲 WhatsApp， 日日喺巴士迷嗰啲 WhatsApp， 跟住打機。今日又拍咗卡又唔見咗人。喂，你喺呢度讀都冇意思嘅，因為你成蚊炒四貨，成高全炒，你追得上咩？你嘅 GPA 都已經唔夠咯。